감사합니다. 저 一个和平的缔造者，公众形象不错嘛。汉奸形象。你说什么？西装不错。谢谢。说正事儿。今天晚上76号的舞会，你提前去，一来照顾一下汪文春的情绪，二来争取跟南田有进一步实质性的接触。我担心南田不信任我。 信任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你不要着急。他一定会把拉拢你的消息告诉汪满春，好让汪满春提醒我注意，造成你我之间的不信任。哼，真难得南天科长苦心经营，那我们就陪他好好演这一出。假戏若能真做，定会大功告成。 既然他这么努力，我们就利用舞会把你我之间不信任这出戏演下去。他想拉拢你，我们正好借靠近他获取情报，两全其美。不过今天晚上的首要任务是，要想办法让南田终止汪本川的钓鱼行动。 这是先生送给您的，这么贵重的礼物，不合适吧？先生说过，再华丽的饰品，趁您也不为过。那我就收下了。需要帮忙吗？ 有人说，做我这行的就不应该太引人注目。我师哥最近很忙吧？是很忙。忙什么？工作。我听说周佛海先生很看好我师哥。你说他一个学经济的，放着经济司司长不做。 为什么要接手特务委员会呢？也许他是想帮助汪小姐吧。这我倒没看出来。我觉得他总是想压我一头。汪小姐多虑了，先生并没有这个意思。他总说汪小姐能干、有魄力，是他的好帮手。是吗？ 我师哥在巴黎，是不是有？2年前交往了一个女孩。然后呢？大小姐不同意。为什么？无非也就是不希望她娶个外国女人吧。哼，那我这次倒应该感谢她喽。王小姐，一想到那个老女人。 我就恨不得杀了他，王处长。我知道你们都怕他，但是我不怕。我能杀掉所有挡我路的人，但我却杀不了他。总有一天，我会让他死在我眼前。王满春，注意你的措辞。 知不知道在说谁？阿成。
汪曼春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？对不起，先生，你没有对不起我。对不起，汪小姐。算了，阿成怎么说也是明家的人，哪有说话不向着主人的道理？谢谢汪小姐。出去吧。是。你怎么不问问我刚才跟阿成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都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你不跟他一般见识就好。谢谢你，师哥。看来我的选择没错，只有你能配得上他。回来以后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你对谁效忠？这还用问吗？我。你效忠天皇？当然不是。你效忠谁？权力。师哥可比以前贪心了呢。别贪多嚼不烂，你也不想想现在的世界一片焦土，我们能逃过战争的结束吗？不知道。那就今朝有酒今朝醉吧。没事了。哦，草木皆兵，威胁无处不在啊。我听说南天科长非常欣赏阿成，跟他密谈过，希望有机会能跟他合作。看来你是真不知道啊。阿成是百里挑一的人才，有人挖墙脚再正常不过。那我呢？你啊，万里挑一。那怎么不见明长官挖我的墙脚啊？有些事情告诉我一个事实，谁都不能相信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啊？没有看到。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啊？没有，没看到。是吗？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孩？没看到。妈妈在那。妈妈。苗苗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到处乱跑，你知不知道妈妈有多担心啊？你再这样，我告诉你爸爸，你信不信啊？谢谢先生啊，先生您贵姓啊？我姓明。哦，明先生，谢谢您啊，明先生。怎么回事啊？爸爸，苗苗乱跑，吓死我了。多亏这位明先生。你又乱跑了？不听话。听起名字。梁仲春，阿成。您是明长官的私人助理。梁处长，久仰。你带着他到一边玩去。哦，苗苗，走。我在76号是久闻明先生的大名啊。哪位明先生？强将手下吴若冰。过奖了。